然后我看分开啦，你们在干嘛？分开啊，在干嘛啦？分开，先分开。分开哦，好好讲。现在谁要说谁？谁要分开啦？用手，用手，用手。然后谁用他？谁用他？分开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然后我分。分开啦，你们在干嘛？经警方了解。现场酒客詹姓男子在前往厕所走廊间与另一包厢张男发生擦撞，双方互呛不满，进而互殴。张男友人见状共同攻击詹姓男子，全案依聚众斗殴罪及伤害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